吃哦。哇，好硬啊！你要很用力吗？那你用力一点。哇！之前呢，我在 IG 上看到两个肌肉巨巨，就是巴西卡杜拉跟丘林的人，他们两个竟然在用毛巾做双人健身。一开始呢，我就看起来好像有点滑稽，感觉搞笑成分居多。但是当我一个一个点进去看，我发现，好像越看越有那么一回事，你知道吗？从他们的脸部表情，还有他们的肌肉充血程度，看起来，好像强度不低哦。对，真的。重点是。好像每个肌群他们都有办法练到，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实测看看，就是双人毛巾健身，是不是真的有用，还是搞笑的？那我们就第一个动作 ，Go。感受是怎么样？感受是我觉得可能要再多练习，因为你抵抗我，我觉得没有很大的。你是指默契的问题，对不对？那我觉得我刚感受度蛮好的、啊。你让我太好了、啊，我让你太好了。那你要调重啊，要调重一下，把我的叉销拔出来。来啊，来！哇！哦！来啊啦！来啊！来！哦！哈哈哈！怎样？我刚刚有吗？吃过力，我的手肘有点揪起来的感觉。好来喽、来啊！我操！哇！不行！我都没有做很大力。是吗？健的力量强太多了哦！看，我在后面超用力的、哇，好硬啊！这是二头吧？都有，你要二头也可以啊，来吧。行不行啊？差不多。我那个拉下来超轻松的。哇，我这样多耶！我这样拉起来超轻松，我二头了。来哦，我们第三个动作坐姿胸推，行哦。哇，等一下，对对，毛巾不够长，对对对，好。推的时候，上来的时候胸确实是，我觉得是胸跟肩，然后握力蛮吃的。下一个动作，在练潜水瓶的感觉，哇！
哇，好累啊！腹肌超累，腹肌很用力耶，这个很累。好，接着我们来练二三头，来收重，小腿。哎，还想用二头对抗三头啊？哎，起不来了啊！你讲不去了吗？不能，你这啊！哇，好累，好累，好累！那我试看看二头 ，Go！ 很强啊，二头！冲啊，冲！不得不说，我觉得真的很累。我觉得这个动作感觉感受都不错。对，这个在家里，这在家里可以练，蛮吃得到。在家里怎么练？你说找兄弟姐妹，两个人一起练，就可能跟爸爸就要帮你当一下人体 cable。可是我觉得要两个人，就是都要有练才有办法，那个强度才会够。哦，你说两个人的那个肌力不能差太多，不能差太多。站着好做多了，感受度不错。慢一点，来啊！放多一点，放多一点。好，不错。哇！放多一点，放多一点，再放，放，放。经过这些训练之后，我觉得我握力会大增的。对，这个握力变很大。挺住，啊，再一个。其实蛮重的。耶。好，好累，累吗？不重，太重了，是吗？我觉得好像大概就在90公斤应该有，主要是手腕那个手掌压力很大，这么重，因为平常是不练身不会，我有压到的。哎呀，握伤了，这个感觉蛮考验我们两个的默契的。慢慢，慢慢，慢慢，加压力。我可以问一下，你现在多重啊？我74左右。74左右，那应该跟我差不多，应该重一点点。哇，那有酸。我们慢慢加速嘛。踩起来。啊！啊，好湿！哎，麦，然后放多一点。它变成垂式了。对，垂式。用力一点，用力一点，放放放！啊！好累，好死。
湿哦，我们的背好湿哦，是吗？很湿吧？看起来还好，看不出来有湿啊，贴上去就知道了。对啊。只要放对。太刺了！太刺了！你刚刚说我身体会整个被你撸撸撸过去，他跑去拿瑜伽垫了。不行啊，这顶不住了。顶不住，这不是只用毛巾吗？两男一斤。哎。我抓到诀窍了，就是重点不是很重，重点是我们要抓到感受度。对，其实轻轻的，然后慢慢的，有抓到感受度比较重要。哎，好，我也想试看看，试完就知道哪里痛。放多一点。下一个，哦，我觉得单边的比较好抓感受度，因为身体也比较稳，对，这身体刚稳定度，真的已经，没什么，我们还有一个东西，我们还有一个地方没练到，肩膀，好。开始练我们三角肌中束，好，哦，
哦，这个不错，这个有感觉，这个有点感觉。这动作可以，那你知道没有毛巾的时候，两个人也可以练侧平举，你知道哪个动作吗？就一个人压着他。哎，对对对对对，以前我们在内湖有玩过的，示范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对，然后他用力把我夹下去之后，我要用力抵抗。你要很用力吗？那你用力一点。哇！哇！哇！这个这个比毛巾还硬。没有，因为我们要压力量已经比这个强。来，我压一下。这个压根本动不了嘛。你要不用，对对，这样子做。重一点吗？不用不用，这样可以。很重吗？这个顶峰的顶峰的，用力，顶峰用力，对。好，起来，来递减的，来全程的 ，Go。哎，来位，哇，好嘞，我感受到他的口罩收缩很大，口罩真的很喘了，对，蛮喘。啊，最后一个动作，一样是不用毛巾的，我们来练二三头，我是三头下压，我是二头弯举 ，Go。其实需要很多时候它是需要拮抗。对，像二三头就自己练的话，好像你举什么水壶或什么，其实重量也不高。其实刚那些动作里面啊，有一些我是觉得真的还蛮有用的，像那个二头加三头，我就两个人都练二头比较难。哦，对，两个二头就不顺。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动作是单臂划船，我觉得那个感受度也很好。这样。一连串训练下来，你觉得今天这个毛巾健身它的最大的难度在哪？握力，因为其实毛巾都它是握着，其实它对你的指力啊什么都是蛮重的。就你如果真的要这样练的话，我觉得一开始你负重不要，就是你们不要太去用力，就是你要慢一点，然后先把感受度抓好，慢慢来，然后放轻一点。这两个的默契要好，因为你离心配合它相信默契好之后，再慢慢把重量加进去。那今天这些动作呢，就推荐给就是在家里面有兄弟姐妹或是有亲朋好友可以跟你一起训练的人，两个肌肉聚聚加两张毛巾，就可以在家训练。啊，防疫期间大家口罩戴好，少外出，没什么必要就待在家里面，然后健健身，看一下 YouTube 影片。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我是健盖伊。蔡老师，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